剧朋友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来到我们新节目的发布会现场。由微鲸电视独家冠名的天然美女栏目，是我们栏目组今年倾力打造的一档真人秀节目。为了这个节目，我们节目组整整筹备了半年时间，所以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之前您跟我说过主持天然美女的事情啊，那几天我实在太忙，但我现在想想，这是我们 Showtime 推出的新节目，我当然要支持。你这愿意主持自然是好事了，可是四月这已经……您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啊，感谢我的新同事你四月主播的介绍。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叶繁星，也是本次新栏目的主持人。哇，这次天然美女这个选秀节目对于 Showtime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。因为我从来没有主持过选秀类的节目，所以第一次接触到还有一点小小的紧张，但是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，一定会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呈现出一台全新的视觉盛宴，也会成为今年夏天最受瞩目的王牌综艺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们的支持和关心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还是想留给我们的闵四月小姐，让她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天然美女这档栏目的具体情况。加油四月。对。